香港壁球公开赛女单四强赛事，香港嘅欧咏之历史性打入四强，面对一姐马来西亚嘅尼高，第一局表现集中，先胜11-9。但尼高之后加强进攻，令到欧咏之大比数连输2-11同4-11，局数被反超前1-2。打到第四局，最后再输埋6-11，局数输1-3，四强出局。欧咏之话仍然好满意自己嘅表现。整体嚟讲，我成个比赛都打得好好啦，因为入到 semi-final， 咁其实呢一年嘅努力都冇白费啦。其实系一个好完美嘅句号咯。今年因为算系最后一个比赛咯，今年系。